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网友投稿，他说我这个网友叫乐心嗨明，他用的是长齿兰，对方也是长齿兰啊，对方名字也比较好玩，叫做专属调皮，看两个人谁比较调皮啊。好，现在把对方控制住，控制住后一个技能，被他二技能控完之后赶紧跑，跑完准备丢一技能吗？还没有，咻啊，开始开了个一技能，砸了他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十一下，哇！对方好像连替身都不肯换，所以对方替身替身之后继续 A， 然后这时候啊，网友的长齿兰也替身了，两个长齿兰转换的太快了，长齿兰对面，哎，对方的长齿兰放了个通灵，为什么还不打他，还在那里瞎打？这边一波操作，这边快要结束了，一个大招戳戳死了，让你见识一下屏幕蝶的威力是吧？接着我们看第二回合吧，打的是小大河、大小河、大河，准备抽他，对方没有过来，过来了，咦，这个什么操作？哦哟，这个操作怎么看怎么像对方有点像个人机哈，哎，这波操作也不是啊，然后提升之后踹了他一脚，踹了这脚又一般斩下去，然后继续强 A。然后现在有个二技能，继续开一个二技能，把对方控了一下，然后落地保护，再平 A 他，再敲他，对方替身招一个圆魔，把对方控制住，控制住之后，再用一个二技能，再平 A， 接着再接个一技能，再 A 一套，差不多去了一半血，然后对方落地保护，招个水龙卷，然后对方又被控制，对方替身一个一技能，二技能之后准备释放一技能。蛤蟆，对方招出个蛤蟆，然后又起身就踹完之后一阵操作，再加个技能，再 A， 再接个技能，又接不住了啊，然后继续 A， 一阵旋转跳跃，最后一半敲死了。虽然说对方看得像个人机哈，但是这一波乱操作下来还勉强看得过去啊。所以我们再看看他们过不过来，哎，过来了，看看平 A，然后水龙卷先把对方控制，对方应该要提升之后，这个操作对吧，就有点像人机啊，提升之后马上扦插，这不是人机是什么呢？是吧，继续 A， 就是平 A 一段操作，然后把这个疾风天天控制的死死的啊，疾风天天提升，一有提升马上接个二技能，接的时候又提升接个一技能，又把它敲了之后继续 A， 再平 A， 再 A， 再 A 个大招结束了吧。OK， 还算不错。